古惑仔前期最大 boss 亮坤终于登场，陈浩南与亮坤接触，冰主山鸡、包皮等人，此人阴险小气，以后碰上千万要小心。电话响起，竟是牛姑打来，陈浩南这才记起还有一场单挑未打，本预算会是一场恶斗，怎料牛姑满面笑容，十几年老朋友了，哪有什么隔夜仇，都是一时气话而已，就算真打我也不是你南哥的对手，过去的就别提了，一起喝一杯。陈浩南举杯一饮而尽，两人算是冰释前嫌。酒过三巡，牛姑讲出此番的真实目的，最近影视行业大火，他邀请陈浩南入伙，两人一起成立一家电影公司，为打响知名度打算请当红影星方婷主演。南哥，你跟亮坤都是红星的，你找他商量，这事一定能成。牛姑还不知陈浩南与亮坤刚刚翻脸，兴致勃勃描绘光明前景，按照方婷以往票房推算，再加上海外版权，光碟销售分红，刨去成本，咱们每人至少可以赚600万。陈浩南听得心动不已，若真能赚那么多，那所有的兄弟都可以风风光光扬眉吐气了。山鸡之大哥难处，拍胸保证自己一定会搞定亮坤。次日，山鸡来到亮坤的乾坤电影公司，一脸诚恳商议合同细节，他早预算到亮坤会刻意刁难强行忍耐，可对方实在是咄咄逼人，不管方式、拍片周期这些专业名词他也根本不懂，真是他妈可笑，什么都不懂还跟老子谈，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拍电影，去路边买三级片看吧，靠，真以为我会跟你合作呀，去死吧。三级面色阴沉，在亮坤放肆的嘲笑中一言不发走出了房间，轰隆声巨响，亮坤奔出查干，公司门口的石狮子已被山鸡狠狠砸毁，妈的，再让我遇见这个扑街非要暴打一顿。既然当面谈判不成，山鸡陈浩南当即改变策略，以有新货橘子粉的名义单独约出了方婷会面，方婷本人比电视上更加性感靓丽，看得陈浩南包皮怦然心动，方婷也大展陈浩南大个气势十足，猛然一看竟跟刘德华有几分神色，陈浩南开门见山，当即许下重礼请方婷拍片，方婷颇为心动，可仍是忌惮亮坤的凶恶，迟疑不定。山鸡一脸自信，放心吧，南哥也是红星社大哥，他亮坤不敢嚣张。陈浩南拍着方婷的肩膀宽慰，干嘛什么都要经过亮坤同意，被他抽一半佣金，这摆明就是在坑你吧，跟我合作以后的粉我全天供应。方婷一见亮货喜上眉梢，再无犹豫便要在合同上签字，眼见就要大功告成，一只大手拍掉了方婷手中的签字笔，亮坤到了，亮仔男想趁我不在占方婷便宜，当我亮坤好欺负呀。陈浩南怒道，这是我跟方婷的私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，轮到你来干涉。亮坤怒火燃烧，按住方婷肩头，婷婷，告诉他你跟不跟他签约。在亮坤的威压下，方婷哪敢反抗，吓得不住摇头，陈浩南气急败坏冲上动手，与亮坤一众小弟恶斗起来，他与山鸡身经百战，以手敌多，打得亮坤手下抱头鼠窜。事后亮坤怒气难消，不住怒骂方婷，妈的，忘了是谁一手给你捧红的了，你竟想背叛我。方婷一脸委屈，坤哥别生气，其实我每天都拍三级片，早就烦了，只是想拍些正经电影而已。亮坤冷冷一笑，正经片子怎么你也想当演技派，自不量力，你以为大家是喜欢你的演技，其实不过是想看你的波而已，以后再敢跟我唧唧歪歪，老子卖你去当鸡，给我滚吧。方婷泪流满面，默默离去。亮坤命手下傻香调查陈浩南的电影公司，很快便查清了合伙人牛姑的底细。次日清晨，他主动找到了牛姑，挑拨离间。我知道你们想找方婷拍戏，亮仔男那个扑街根本不配跟我谈，我直接找你吧，你也可以多赚一点。只要你甩了亮仔男，事成之后，我再多给你200万佣金。亮坤信心满满，他已查清牛姑与陈浩南不久前曾翻过脸，只要自己能拉拢牛姑，便能断了亮仔男的财路，狠狠报复。如此重力，牛姑没有拒绝的道理。怎料牛姑淡淡说道：“坤哥，有件事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喜欢钱，但也要拿得心安理得。我虽是读书少，但义气二字还是会写的。我跟亮仔男十几年老朋友，这件事传出去，我还用混吗？”傻强拍案而起。牛姑，你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话音刚落，四周瞬间窜出十几名大汉，全是牛姑小弟。牛姑冷冷一笑，你这种人不会明白什么是义气，这次就算了，饶你一次，但你别觉得靓仔男跟我一样好说话，招惹了他没你好果子吃的，滚吧。
再次失手，亮坤恨恨离去。好在天收今晚就到，看以后谁还敢跟自己嚣张。卡拉 OK 内，心情不佳的亮坤对着妈咪宣泄怒火，大骂场内姑娘太丑。一道熟悉的身影从门外一闪而过，竟是山鸡带着他的女友可恩。亮坤嘿嘿一笑，对着妈咪喝道：去把那个女人给我叫过来，我就要她。他泡可恩是假，报复山鸡是真。可恩见亮坤出手大方，信息不易，两人搂在一起喝酒，动手动脚，很快便约好了酒后开房。靠，敢要10000块，镶钻的呀，最多3000。不行啊，坤哥，人家刚刚出来做，最少也要5000。山鸡面色阴沉，破开房门，阻拦了二人好事。亮坤，你他妈敢上我马子？亮坤阴笑道：山鸡没大没小，不把我亮坤放在眼里吗？他出来赚钱，我给钱是照顾他生意，再敢拦路，我现在就收拾你。山鸡暴怒于狂，冲上便打：我操你妈，谁要你给面子？下一集血战巨人天收，敬请继续关注、点赞、推荐，感谢大家支持。